可以去平顶山找你玩不？我是信阳的大哥，带带你们的信阳毛尖。刚才我还在直播间里面说我没有好茶叶，来吧兄弟，带点毛尖过来喝茶好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可以来玩兄弟。我把等一下，我把我给孟哥泡的种子呀给他拿出来，因为小孩子今天不在家，不怕捣乱。